迎收看《命运好好玩》。哎呦，这是我们《命运好好玩》的六点档。的新单元，甲崩配国语，起码我甲崩配命好好玩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六点档会有一个新的小单元，来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跟我们后面晚上的那个不太一样哦。怎么不一样？欢迎大家两段都要收看。啊，好，那今天这一段怎么不一样呢？我们掌声欢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就对了，这算名模，名模，名模哦。啊，这个哪是六点的时间呢、啊？六点，耶！哎呦，这个哪是六点时间？哇！来来来，哎，嘉庆君再游台湾，哎呦，亚兰王生日快乐，集资达标，臣妾们哇！万岁万岁！皇上吉祥，有臣妾，臣妾，温大哥，哇，温大哥，臣妾，谢谢谢谢。是生日呀！哎呀，生日哦！因为最近这几天，开会的时候都有人送那个，都让我惊喜。想不到现在又让我惊喜了。是，因为不是生日当天嘛，所以就有一点明天没想到。今天录影，我们就先暖手脚。谢谢杜林哥，谢谢命好玩的制作单位，还有谢谢老师们。亚兰姐许愿，亚兰姐许愿，哈，许愿呢？对。要赶快办我的蛋糕，这里，宣吹，快点快点，许愿，快点呐！来来来，群众集资成功，来，我们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这边呢，就亚兰姐的上一档呢，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亚兰姐为了传承台湾的文化呢，然后呢，其实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老本呐、啊。这些年出道三十多年的这个老本，这个房子都卖掉，然后去拍了这档戏，然后这档戏呢，刚好受到大家的肯定，知道亚兰姐的努力付出，那同时在金钟奖呢也给了她一个最佳男主角的肯定。那当然大家觉得这出戏看完了，哇，亚兰姐演得真好，然后也制作得真好，所以呢就再希望大家再做一档，这个是嘉庆君再游台湾。可是他房子已经卖光光了，真正没钱啊，哦，真正没钱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拼命出来主持节目，拼命出来演别人的八点档，演女主角，再来赚钱之外呢，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是群众募资，让观众朋友第一次有机会，你除了当观众之外，你坐在家里电视剧看着八点档连续剧，你看之外，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赞助。你的出钱，你也可以就像当制作人一样，当这个叫什么？共同出品人。当共同出品人。谢谢杜林哥啊！然后我要讲一下，就是现场除了我们贵贵以外，还有我们的阿汤哥。啊，谢谢阿汤哥。有一天他偷偷的在楼梯旁边等我，然后就说。偷偷来这样。对，亚兰，我真的哈、哦，那个点哈、哦，点进去哦，都跑不动。啊，怎么可能点进去跑不动？大家那么想要支持我们，如果点进去跑不动，结果他在那个楼梯的角落就点出来了。然后他说他不要再点了，他在你面前当场点出来。对，然后可是呢，他就拿了一包现金给我，好恐怖哦！真的哦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太感动了，用行动支持、啊，这种真的是用行动支持，太感动了。对呀、啊，谢谢阿汤哥，谢谢，很辛苦了、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一包这么大包哦，是这样子就拿起来，还是要这样子拿起来？哎、欸，心意这样拿起来，心意这样拿起来。可是哎、欸，也真的太感谢了。那我那时候。少年老师也是透过扫这个扫描的，早就已经、对他好像第一个是不是？也算前几个我比较早看到。对，哎，这样讲小孟老师应该就听得懂了。我会。对，亚兰姐，我会捐。对，你弄丢 A 还。但是我是捐南非币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捐南非币就要把它的播出版权卖到南非去。哦，我会的哦，待会儿就捐。没有，刚刚跟你开玩笑，我觉得是，大家有心呐、啊、就共襄盛举啦。那如果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看歌仔戏，支持歌仔戏就好啦。是，大家共同的参与感，从亚兰姐，哎，当了这个最佳男主角之后。
大家，我们史上第一次有机会，观众朋友当出品人。对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啊，那我可以来许愿了哈。对对对，许愿许愿。好，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，来一就是愿望一，群众集资成功。耶，好，第二个愿望。嘉庆君在游台湾开拍顺利，也是成功。是，哦，叫我写，你那么急着写，我还跟他委托过来。希望歌仔戏传承，越来越多人加入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哎哎，哦，哎，两个没写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降 key 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，吹蜡烛，谢谢。哇哇哇哇！谢谢朵朵，来来来，谢谢。啊，一二。哇哇！厉害哇！哦，好。太专业了。耶，好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祝大家健康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